欢迎收看牛舌频道。我们今天带大家吃圈科料理，吃到饱。平常这个都要跑到外县市，台中也有了。台中啊，新开幕，看一下，开幕期间啊，399吃到饱。好，4月11号起调整499。哦，圈科料理，我们现在都不用特别跑去嘉义了。嗯，这个也是一名网友啊，在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的。好，我们谢谢他啦。我们今天再来吃看这间，走。再来吃吃看。好，走走走。好了，我们进来了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菜单吧。这里你看到的全颗都可以吃到饱。啊，这边呢，你要用夹子去夹，这里有5个，可以放到他那边柜台那边用放的。啊，他会拿去炒给你吃。鲜颗的部分，他是建议说烤的话，尽量烤熟再吃。这一桶。啊，就这一桶。哦。我靠，这个。没有啦，这是给我们的。嗯，还蛮多的。啊，这桶吃完，你不够再跟他拿。啊，就这样。有点重，有点重哦，有点渴啊。顺便跟大家讲啊，周边还是饮料啊、冰淇淋啊那些都可以吃到饱，只有酒要另外收钱。嗯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就简单介绍周边给大家看，大家烤鲜科。OK。好了，我们来介绍一下周边，这就是饮料区啊，还有甜点。饮料的话，这边有水，还有汽水之类的 ，OK 啦。啊，这里也有甜点。啊，甜点的话都是传统的传统蛋糕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完饮料之后，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的肉燥区啊，白饭，你想要吃鲜科配白饭也是有的。啊，这里还有肉燥，我们简单捞一下给大家看。OK， 它那个烤那个鲜科的夹子在后面这里、啊。我们刚刚也是问了半天，因为它在这边呢、啊嗯，所以你要烤鲜科的时候，让它夹子可以来这边拿、啊。来，刚刚我们说夹子要放哪里，就放这里。丢进去就好了，放你要的口味，你就来丢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丢，来一个炒鲜科豆腐，鹅阿叔，鹅阿叔来一个，三杯了好不好？好，听起来不错，再麻油好不好？好，再一个特别的，没了没了，啊特别的，哎被丢光了，好来来来，对，就是冰淇淋区啊，吃完可以吃个甜点。最近跟杜老爷好有缘了、啊，真的。我们之前一直跟明智很有缘，这次跟杜老爷很有缘。嗯，好啦，那大概介绍是这样子。啊，旁边你无聊的话可以去夹娃娃啦。哎、欸，他们这也是改建呢、欸。对啊，以前是钓虾啊。看这个样子，应该以前是钓虾场。我刚才以为有人在那边钓、欸，结果下面是桌子。周遭蛮特别的啊、喔。嗯，好啦，大概介绍这样子，走。那我们来先烤鲜科，这个鲜科有点危险，它一直喷呢。哎、欸，它会喷的有点灰灰的。来来来，我小心啊！先开一个，先开一个，来来自己夹自己夹。来来来，大概长这样子，哇，蛮贼的哦。等下拿出碗，拿这个碗去打饭。这个碗都是那个鲜科的那个灰啊。嗯。建议大家拿哦，准备一个碗，拿来放鲜科的。它的壳放这里。对，吃好之后壳可以放这边。肥美哦，吃吃看，吃吃看，很多汁哎！我这块刚刚好，很大颗，而且里面吃会爆浆的。你怎么不会看呢、啊？你刚怎么过？你用空手哦？对啊，你那么勇、哦。好勇，我真的很烫哎。超烫的，要小心呢。嗯，这样怎么样？我之前在澎湖当兵啊，吃这个是专业啊，真的。嗯，那你帮我们剥好了。铁手。哇，你看，有种好像在战场上吃东西的感觉。嗯，刚那个爆的好大声哦、喔，因为这个火很大。我觉得弄这个啊，旁边先不要点熟食。对，不然你熟食全部都是灰的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建议大家来这边吃啊，真的，一开始认真烤这个，先烤这个，等吃了差不多之后，看到脸上，对啊，快点吃一只，快点吃一只。嗯，
就是一定要先吃完了，不然的话就像我们刚刚那样子一样，喷的满脸都是。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前车之鉴了啊。各位朋友，我们的桌上已经被标的都是灰了，所以建议大家啦，先吃完烤鲜蚵，再来加那个炒的，不然的话，你看吃的满桌都是，所以这边要稍微擦拭一下。我这个都，甲苯系啦哈，甲苯系啊，甲壳素了，怕什么？哦，那我等下挖起来这个壳，就你只吃壳，你给你吃啊，你自己吃。来，我们来介绍第一道金沙鹅阿苏，来喽，吃吃看，吃吃看，吃吃看。嗯，咸蛋黄，有咸蛋黄。对，我喜欢咸蛋黄，还蛮香的，这个可以，感觉很下饭。不知道为什么他都很爱加这种虾饼，外面的味，可能比较漂亮吧，摆设啊。嗯，反正就喜欢炸物旁边放虾饼。嗯，这道三杯鹅啊，先闻一下哦。哦，三杯味非常的香哦，谁受得了啊？吃吃看，吃吃看。哦，味道好重。嗯，重口味，三杯就是这样子啊。哎，这个就是要重口味哦。嗯，因为这个是下酒菜啊，再配饭跟酒啊，还过瘾。厉害了。对，好吃哎。这个来一瓶啤酒还得了，因为我今天开车了就不能喝了。以水代酒啦。对啊，以水代酒。哎，这个好吃哎。嗯。配饭配酒都好吃。嗯。这鹅蛮大颗的。嗯，蛮大一颗的。豆腐鲜蚵。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这好像用汤匙拿，来来来，这拿胶崩啊，你吃过吗？有，像麻婆豆腐那样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非常适合胶崩啊。麻婆鲜蚵。嗯，它就我们都单吃，因为我们这是第一趟没有吃饭啊，这样吃才可以吃出食物的原味嘛。嗯，它的炒工怎么样？它也没有想象中的重啊。嗯，我原本以为单汁会特别咸。嗯，不会。因为我们刚刚先吃完三杯，要吃这个味道可能压过去了。嗯，这应该就是黄金鹅阿苏了。刚刚那是金沙鹅阿苏啊。嗯，这个粉就裹的比较多的那种。是哦，椒盐。嗯，我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这一颗像一粒一粒的，比较脆，比较酥啊。比较脆。嗯，九层塔是很酥脆。这种拿菜老酥哦。嗯，我小时候很喜欢吃那种炸的九层塔，那种鲜酥鸡有没有？目前吃起来这些所有东西都好适合配酒，好可惜哦。嗯，因为阿用是骑车来，然后我开车来，我们两个都不能。算走路好了，就在这里的。你家是保持离这边不远吗？我要走回去找到断。我看过，好像走回去一个小时而已。你可能两个，你可能两个小时。哦。麻油鲜蚵，好吃看吃看。它鹅肝都不小哦。它鹅肝这么大颗。来，随便夹一个，我随便夹的哦。好来。大概给大家看一下，肥嫩嫩，啊，都很肥哦，吃看哦。哦，爱吃鲜蚵的人已经受不了，我觉得今天算是鲜蚵天堂。哦，那个姜的味道好重哦，刚吃下肚子。这姜不错啊，可以把那个老姜啊配鹅啊一起吃下去。我觉得等一下还是来打个饭好了。嗯，这些东西真的要打个饭，我们叫第二 round 的时候打个饭。这样单吃吃不了多久，就没办法。哎，比较味道比较重口一点。要吃一个清淡一点的蒸蛋鹅啊。用汤匙吃，我还以为豆花嘞，像豆花。那个很软嫩。哦。好滑哦，好像。比较清淡一点。嗯，可以哦。现在蛋价都买不到。哎，现在蛋买不到，还可以吃到那么爽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能少了一些其他的料理，因为习惯吃那个什么茶碗蒸，是不是？哦，我是觉得还不错啦，因为现在蛋比较贵，所以我吃起来特别爽。哦，我很久没有吃到蛋了，你知道吗？家里都没得囤了。对，那我们第一 round 介绍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等等介绍第二 round。那我们先把这些先吃掉，等等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刚刚我们叫了这个了嘛，对不对？茶碗蒸有黑胡椒来一个，五味也没有，来再来一个，柠檬来一个，蒜蓉来一个。再来一个姜丝，来一个，那再来一个生腌，
哦，生腌，嗯，特别哦，来一个，打个饭，啊，打个饭。我也好奇它的肉燥口味怎么样。顺便打个酱一下，芥末酱，哦，因为刚刚烤鲜蚵嘛，有的人怕哦味道比较重一点点，就可以加个 wasabi。好，那就这样哦。我们来烤第二趟鲜蚵。介绍第一道生腌，它上面有加蒜片，还有姜丝，还有葱花，还有辣椒，蛮够味的，还有点香菜，这味道好重。嗯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这是下午来，饭是冷的，那如果你不建议的话，也是可以吃啦。啊，我这是配肉燥，试试看哦。它的肉燥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只是饭有点冷掉了。嗯。这三个都长得有点像，所以要看一下。对，酱料不一样而已。对，啊，试试看，试试看。这个好像在吃到饱外面那个九孔那个感觉，只换成鹅肝。你知道什么吗？五味酱关系。嗯。这个我比较喜欢。啊，这个我也喜欢，嗯，我觉得很顺口哎。嗯。吃得很刷水，那个酱啊，还有洋葱呀，洋葱去腥了，这个要搭洋葱，搭洋葱好甜哦，你试试看，你试试看，啊，你就一口这样吃，看没有，鹅肝加洋葱吃起来很对味了，这个等一下再叫，嗯，不会这样酸酸辣辣，嗯，用这个吃看，那你要喜欢，来，知道这个是泰式。泰式柠檬啊，嗯，这就知道了。泰式吃起来非常的爽口，水偏清淡，甜甜香香的而已。如果啊，你比较不喜欢吃重口的话，这个应该是你的选择。吃起来超爽口的。我平常是不喜欢吃洋葱的，它洋葱吃起来不辣，而且吃起来好甜。嗯，这个可以。来，这道是蒜蓉鹅啊，啊，下面是配冬粉。蒜蓉我最爱。好，哦，来来吃吃吃。冬粉啊，它基底是冬粉啊，它，啊，上面有很浓的蒜味。好吃吗？很喜欢吗？我蛮喜欢的，啊。哦，这个我今天排前三名，爽口。我觉得那个冬粉配鹅啊很好吃呢，那这个我喜欢。再一点，我就觉得还不错啦，它本身直接这样配就很好吃，而且冬粉吃起来也不错。来，这是糖醋鲜蚵，平常都只有吃糖醋排骨，哎，没错，还有糖醋鱼，它果粉啊，嗯，果粉炸，嗯，这很不错的，这个酸度啊、甜度啊都非常高，小朋友应该是抢着吃吧。你看哦，它这个有洋葱，还有这个青椒，对身体也很好。好，来吃这个姜丝鹅啊，嗯，好鲜甜哦，嗯，汤口不错哎，哎，这汤不错，嗯，清清淡淡，这样就很美味了。它就是简单的加鹅啊而已，那还有加那个姜丝、葱花。嗯，吃起来甘甘甜甜的。黑胡椒鲜蚵，嗯，怎样掉了？哦，掉到那个粉里面。我觉得黑胡椒就对我来讲，我就觉得还好，没什么特别。嗯，
起来味道我觉得不是很喜欢。对我来讲，黑胡椒鲜开啊，我觉得这样子啊，普通，也普通，就这样撒黑胡椒上去嘞。黑胡椒酱、欸，有点像牛排酱，它味道也不重哈。嗯，就是这个的话，经验感对我来讲就是还好，鲜开这样子而已。还是吃个面线，这个我们先放旁边，等下继续吃。鲜开面线，哇，这超烫的，来来来。要帮忙你夹，就一夹就没了。好啊，先这样子试试一下，试试一下给大家看。阿花我不用帮忙，有啦，我们站主的那可能不帮忙。大家再多一点嘞，好像有点难嘞。有啦有啦，再一趟就好了，往过来，就掉到我身上了。好，我先意思一下，然后我们再来处理啊。你把我咬断啦！妈的，一口干。酱料也少不过耶，它是有点加，有点麻油，是不是、啊？嗯，一点点。它是讲鲜喝面线呐、啊，可是吃起来又好像没有麻油。我是觉得面线这个啊，中上，但是不是我们今天吃经验的、嗯、啊，也不错吃，爱吃面线的可以叫看啊，但是这个是中上。还是你比较喜欢吃干一点的？好像是。像那个三杯，我觉得我今天蛮惊艳的。五味酱那个我也觉得蛮喜欢的，糖醋那个也不错，也不错、啊。对，它、嗯啊、这个的话，面线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大概是中上啊，也不差。哦，好了，吃饱了。我觉得整体而言呢、啊，爱吃鲜科的应该会很喜欢的、啊。而且我觉得熟食的部分比较有记忆点。对，以外都是烤的嘛，烤完了，哎，烤完就好玩了、啊。我吃过烤鲜科的，大概是那样子。啊、那就建议大家哈、哦，要么就是熟食吃的差不多再来烤，不然会喷的到处都是，像是那个挂熊那样。对对对，啊，除非你没在怕的，你觉得没差，喷的到处都是才过瘾啊。那整体而言，我觉得吃的不错啊。如果那个饭的话是热的话会更好。那这条要介绍给大家，那我们影片就结束了哈、哦，爽就订阅，持续关心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哈、哦，这边也是有停车场的，这个牌子有点小啊，要仔细看一下下啊。同一条街啊，如果想要停车的朋友可以这边看一下，牌子有点小啊，从这边转进去，这就停车场啦。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年产片量会增加啊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朋友哦，一定要订阅我们啊，甚至强迫你朋友订阅我们哦。你看连我家猫都疯起来了啊，爽一定要订阅就是了啦。不爽啊！啊，不爽再看一遍啊，看到爽为止啊！强迫我们订阅就是了啦，马上冲起来！太凶了啦！